DL4043 黄铜铡法。装配流程：先将黄铜丝杆装进阀盖，再把锁帽拧紧，丝杆与阀盖打紧，再把闸板旋进丝杆，再把密封垫 PTFE 放进阀盖，再把阀盖和阀体拧紧，将填料 PTFE 放到阀盖上面，再放一个铜圈到填料上面，最后把黄铜压帽与阀盖拧紧，再把手轮放到丝杆上面，再把铝标放到手轮上面，最后把不锈钢的防松螺母与丝杆拧紧，防止手轮松动。禁止用管子直接安装上阀门，特别注意不可逆时针旋转阀门接头。安装阀门要避免管子的过度插入，由于过度插入可能引起阀门的损坏，这可能引起管子和阀门连接区域漏水，或者阀帽和阀体区域的漏水。